Hello， 我是大星，今天要用金色的亮片来混透它。这里面一共有12盒，每一盒都是不同形状的。对这种闪闪的东西，真的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。然后这个透肽就是之前做的那一大盆了，还是挺透的，能戳指纹，而且是硬质的手感。然后之前呢也有试过用金箔纸混泥，还有金色颜料洗泥做出来成品，感觉都还挺不错的。感觉用金色的东西就是不会翻车。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混完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吧。把它们全部倒进来，这个是雪花形状的，还有其他各种形状都好好看哦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感觉混了亮片之后泥的拉伸性软了很多。好久没有玩网格泥了，这个是我新买的网格，质量特别的好。发泡声和起泡效果都是挺不错的，不过因为有气泡，所以就看不出它本来的颜值。你们想看它消泡后的样子的话，就扣个一吧。